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我在银川等你哦。英雄竞技场，玩家寻梦地，欢迎来到这个时段东北赛区自由之战的决赛的比赛。我是一帆，我是小莫。那我们就是又是来昨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华北赛区的自由之战的决赛，那我们今天是东北赛区。那我们现在两边的选手正在积极的等入进入到房间当中，他们也是准备了好久了。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第一局的比赛了，大家也是稍安勿躁。那昨天的比赛其实上打的还是蛮精彩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孙悟空猴子非常精彩的表现啊，那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入的深刻的印象。那相信这个选手应该在我们到时候的线下或者说总决赛上，我们也可以期待他的这个昨天好像是叫这个肆无忌惮的这个360肆无忌惮。对，你干嘛又要做一遍广告？就是对肆无忌惮的这个孙悟空非常的精彩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他的表现。那不知道在我们今天东北赛区的这个赛场上会不会还出现一个让我们有这种非常好的印象的这样一个选手的出现。对，东北的大兄弟，对不对？啊，也不一定哦。你还要再打个招呼吗？哎，不要惹东北的大兄弟。东北话怎么说来着？干啥呢？干啥呢？赶紧呢，你瞅啥啊？瞅你咋地。对啊，那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对，那我们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比如说就有一个这个 ID， 因为我们现在房间在进行重连嘛，那刚才就有一个 ID 叫做东北老乡，东北的呀。他名字 ID 就叫东北老乡。所以也是特别有意思。那我觉得刚才因为我们是看到了这个魔兽争霸三嘛，然后发现了在东北赛区的很多的这个选手他们互相是认识的哦。然后因为刚才他们一直有一个这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聊天，然后说了一些梗，是我和刚才牙牙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应该就是私底下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梗。那当然在这个自由之战当中可能是没有办法打字的。哦，对对，没有办法打字。他会说你等一下我退出打个字啊。暂停，然后突然就是这个突然打个字，那也挺困难的。等一下我先打个字。好，好了，我们接着打。哎，那要切回来吗？不需要吧。想太多哈。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就是看着他们那个聊天，那也挺有意思的。其实上就好像我们不管看任何的比赛，所以说他们是在打比赛的时候然后在打字聊天的吗？对，然后还讲了一个特别冷的笑话。也没讲一个冷笑话，就是讲了一个什么什么梗，但是我们就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打个比方说，一定是一种战略，一会儿把你的那个南瓜扔远点，打个比方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完全就不懂他这个梗是什么意思？其实上我个人觉得哈，我们的电竞比赛和我们的所有的体育运动是一样，我觉得有一些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当中有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个事情的出现，会让我们对于这个比赛的本身也会更加的关注。比如说像我们好，我们看到这个比赛房间已经建好了。这个说刚才准备了半天，然后突然之间掉线了，对吗？断线了。对，因为我们自由之战的这个房间有一个比较在比赛服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只要稍微准备一会儿，如果还没有开始花，它会重新断掉。对，它整个房间会消失。那我们看到这边的 ID 就很有意思，叫东北大叔。东北大叔，然后那个他们的调值还要往下走。东北大叔。另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也叫那看来这是东北大叔队。另外一个是东北大兄弟队吗？战神是昨天那个吗？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看一下啊。那看一下这边两边的，哎，这边是，是我，是不是我们这边的 OB 占了一下这个刚才的位置？这个怎么是反的？是一样的？这个其实上也倒无所谓了。两边也就我们也知道，可能手机玩这个嘛，会有一些毕竟不像电脑反应那么快。对，然后也是会。这个比较，昨天我们也说过，整体的状态也会比较放松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只手举着手机，一边来喝一瓶我们的红牛，就是啊，这样比赛就很有感觉了。那实力打一波广告吗？对对对，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对，然后这个时候两边的精力就非常充沛了嘛。对。啊，
那我们现在就这个大家一起在等最后一个这个选手，就应该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东北老乡，嗯，这个选手啊，那可能手机卡了或者没电啊，那应该也不会，不太有这个可能。嗯，一好，好，东北老乡，嗯，果然啊，东北老乡，我没说错吧？霸气，没忽悠你啊，东北大叔对东北老乡的。这个第一局的比赛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也是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现在两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应该是可以开始了，随时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半选的一个阶段。嗯，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进入到半选的这个阶段了，我们可以来进入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哎，这个为什么画面好像不是半选的阶段嘛，所以那我们这个稍微再等待一下哈，我们也看得我有点懵。对对对对，有点懵。这说的啥呀？唐山了。啊，唐哥，唐哥，唐哥，一个走。说不好，说不好啊。那我们也是稍微再等待一下。那这两天你对于今天我们的自由之战，你有没有任何的期待？期待啊。嗯。嗯。其实啊，我个人的期待，我帮这个小梦或者说帮我们的观众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上《魔兽争霸三》刚刚上一场的上一时段的这个直播啊，其实上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打满了三局，但是啊，两边的中间，就是每一局的中间多少有一些可能比较尴尬的，因为求稳，有一些比较这种枯燥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这种对峙的阶段。那因为昨天的自由之战打的还是比较的好玩一些，比较精彩一些的。昨天就是因为猴子的存在嘛，所以就明显能感觉出来，有一方拿这个猴子的就会有一个优势存在。然后，虽然最后还是不是那么的碾压获胜了，但是能看出来这个猴子的存在还是有一胜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对，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因为在自由之战和其他的这个电脑上的 MOBA 类的游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边的大招转得非常的快。那是相当的快，那既然快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昨天就看到猴子一有大招就放，大概就我们要按十秒吧，十秒可能不至于，二三十秒可能也差不多，差不多，反正就看到一直猴子一直在转，就跟那个之前春晚那个小彩旗一样转，好冷，好冷，要求加衣服啊？是吗？就是你的笑话开了。那好，我们先在你家给你加衣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一直都卡在这个地方不动了。好的，那我们要重新退一下，然后我们进一下看是不是这边有点卡。好，我们再重新登录一下，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开一下这个房间，大家也是稍等一下啊。好，我们这个新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刚才可能是有一些卡顿啊，好，我们可以进入到 OB 的选择画面了。好，这个。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一个就叫东北大叔的战队呢，和一个叫战神甘克的这个战队，他叫这个战神甘克，说明他们很爱甘克呀。说的对啊，说的对，他们都叫战神的这个突击者。是我们主要是看一下他们最后会选择什么样的英雄。对，因为自由之战，其实上现在的英雄选择也是非常的多，但是说白了，进到这个比赛当中，因为我们现在这个WC 的赛事转播自由之战的比赛不多，从上一次的这个 ChinaJoy 上到昨天今天的比赛，其实上也就加起来一个手指头也数得过来。那也有可能我们很多之前关注我们 WC 赛事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是查尔斯妹、雷纳斯、阿图鲁、帕奇和弥萨的这个对阵。那昨天的 Charles 和这个雷纳斯的这个出场我们也倒是见过了。
也是非常的，昨天我记得最后一场的那个雷纳斯用的非常好，查尔斯也还不错，对，查尔斯是，对，有一段时间用的不错，对，但是还是没有打赢嘛，将在十秒后，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两个队伍就是最后，会怎样呢？对。那我们看到东北大叔队在这边也是这个也看，我们看一下这边同样没有变化。那我们要看你比较想看哪支？东北大叔吧。好，哎呀，自己给这个 OB 觉得哎呀，默默的有点紧张呢。叫我干嘛？哎，谁？好，我看一下，现在是东北大叔毒。毒。在遇到了东北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打他一套算啥意思，互相拉扯一下，没错。那我们看到中路的这边好像是有一定的接触，在草丛里面变成了一个二打一，叫做闪现、要死了，以血、Charles 拿到。哦，这是刚开场才一分钟啊，送了一个人头，不错哦。这个也是这个自由之战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这个萌萌的小狐狸。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雷纳斯，一般在线上也就是处于一个刷线，然后对于队友的一个支援辅助的一个作用更大。果然我们看到想打一个二打一不太敢，跑掉了。你看他的这个线上消耗，而且自己的回复也是有一定能力的，所以整体来说都不错。这也是很多比赛大家都爱用的一个英雄。那我们看到这边，哦，我们看变成一个二 v 二，哦，支援过来的时候晚了一点，晚了。查尔斯和雷纳斯过来，能不能反杀一个？放空了，技能放空，没戏了。好的，没戏了，不能再往塔下追。看来这个两边的选手的水平还是前期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吗？对，目前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这边的下路雷纳斯，一般在雷纳斯的线上倒是不太容易那么快的爆发出人头来。好，我们看到上路又打起来了，一个钩子拉回来，咬住。秒掉了，这画是死掉了，这应该是要一打，能不能换掉一个，能不能换掉一个、漂亮，一换一，好的。那我们看这个萌萌的小狐狸还是帮助查尔斯换掉了一个突进上去，打一套耗了一波血量，那躲开一下、又过来一个闪跑走了。回城恢复一下。这边是在一个人在中路牵制了三个人，那查尔斯在下路的时候也是趁机摸了两下塔。哎，这是要偷一下吗？偷了一下，咬住，咬一下。哎呦，直接定到死，漂亮！你知道他是偷了一个什么？正好在你塔下，然后卡那个位置，然后借着塔的伤害，对，又卡了个视野，秒掉了。本来是残血，其实打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对，但是卡到一个塔下，然后让塔造成一定伤害，秒的就比较快。而且正好那个时候兵线是没有了，对，好伤。没有看到也是。现在人头是2-3。买了一个眼。那这边中路，貌似两边也，今天的两支队伍好像两边也都是相对来说，目前为止还是保守一点。然后也有一个原因是两边都还没有到达6级。查尔斯是到达6级了。那这边的。这个跑起来的姿势哈，也是很美丽，没错。我们看一下上路，哦，想抓一下，追不到了，没抓到，没抓死，三个人还是浪费了一点时间。那我们这个对面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叫战神甘克的这个队伍，应该是很爱甘克的，目前还没有拿到很好的一个甘克的效果啊。
看雷纳斯就是推线推线推线。这边东北大叔是六级，然后另外一个三个都是三个了，了准备打一波。好，我们看到这边要有个三 v 三。哎，这边还是要都已经开打了，他是在他想去带一下兵线。对对对，哦，这雷纳斯被抓住，被晕倒了，直接晕倒，还能开出来吗？晕倒死，一招，哎呦，连续的控制控死了，我的天，两个大招开出来，好伤，他能跑掉吗？这是在紧追，不是往下看一下，没追到，没追死，应该也追不死，我狐狸也很灵活，苦了这个雷纳斯呀，连个大招都没开出来。嗯，他这个走位有一点点问题。他本来可能是想去包一下，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贪的事儿是什么？有个地方没做好，就是他把自己的技能全部拿去带了一波兵线，然后再过来打团战。那个时候他的技能应该是都是处在一个对 CD 的阶段，然后大招还没来得及开又被控住，又是这样，大招开出来。怎么样？能不能杀一个？哎呦，一换一，这个还有一点血跑掉了。东北大叔这边跑掉了一个，嗯，一换一，这个，哦，双方一直都是你杀我，我杀你，对，杀我一个我就杀你一个，还看一下把这残血收掉。好的，双杀。双杀，狐狸过来了，过来支援了，然后监视不妙，现在先撤掉了。对，那现在也是啊，查尔斯又被杀掉了，好可惜。刚刚我才想说查尔斯靠着刚才的双杀好像是把人头给搬回来了一点点，没想到这队友支援非常快啊，复活第一时间来这儿，然后在他还没有回城的时候又把他秒掉了。对，所以在我们的自由之战当中节奏非常的快，所以这个时候勾中了，这钩子漂亮，哎呦，没咬住，跑走了。嗯，那其实上在自由之战节奏这么快的游戏当中，其实上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有机会，就是拿到一些优势，还是就是不要太恋战啊，钩子勾空了，没有勾到。对，那我们看到现在这边东北大叔是想赶紧拿到八级，所以一直都无视了。哦，怎么样？可是你们现在是个二打三啊。查尔斯被咬住，雷纳斯开着大招支援过来，完了，狐狸，小狐狸又被秒了，换掉一个，又是查尔斯的人头，接着上，能不能再杀一个？漂亮，好的，二打一，这个有没有问题？拼了，漂亮，双杀，也就是说把刚才的团灭战神，对，刚开始打了一个团灭，顺势推一下这个上路塔，这是有传送的。带掉了一半的血，赶紧走，赶紧走！对方马上就要过来，继续收你了。没错。目前我们看到东北大叔的这个查尔斯，发育的翻得很好，对，发育的非常好。那这边战神甘克尔因为刚才被打了一波团灭，那现在也是积极的上线在进行补兵。现在人头比分，被狐狸控制了一下要死，直接被秒掉，非常好。狐狸这个控制，这一套招真教的非常好。对，哦，但是在上路的时候反过来也杀掉了东北大叔这边的雷纳斯，也还现在人头是一个8-8，当然刚才的狐狸是一个单杀。查尔斯遇到这边的人真是现在就是刚啊，因为非常的肥，跳过去又打一刀，直接跑掉。很刚啊，很刚啊！现在没办法呀，对，就跳你脸上，跟你打，你打不打？想从这儿打？哦，直接预判到了位置，一套反过来控制一下，越塔，还有强杀，可以杀掉，漂亮，顶了塔，兵线，哦，这个，哦，这个被后面追了，这怎么办？包。救一下，救一下，狐狸来救一下，他能跑走吗？啊，雷纳斯把上路的收掉了，但是下路的查尔斯也是被杀掉。那刚才狐狸也不错，狐狸刚才是换掉了对面的英雄。东北大叔这边也是反超了一个人头，现在是10-9。对，我们看到雷纳斯还把上路的塔给带掉了。
非常好，反超，然后双头格里芬出现了。这雷纳斯怎么办？好的，走掉了，被勾回去，勾回来了。无奈技能在 CD 咬不住，好像又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围绕着双头格里芬会爆发一波团战。我们现在看到果然打起来了，雷纳斯开始大招支援，打谁？又是晕倒哦，杀掉一个，那我们看到查尔斯这边留下吧，毕竟还是肉厚一点，杀掉了。哇，这个真是有点溜啊。查尔斯还在这儿阴，你觉得他能把他阴死吗？好，能不能伤害够不够？差一点，毕竟有扛塔，对，扛塔的伤害还是比较疼。这个查尔斯现在渐渐起来之后，如果在第一时间不把他集火秒掉，那可能就会很难打。抽下线，下路塔不敢带的太深，那我们看下路塔的血量还剩一半，但是我们这个已经看到了，在偷掉了，好，走了，直接走。二打一，一个钩子拉回来，要交代了，死掉了。但是我们刚才同时也看到狐狸又把对面的单杀掉了，然后再接着推中塔，也就是说查尔斯浪费了两个人的这个时间让狐狸杀人，然后又能推一波这个线，但是被咬死了。雷纳斯在上路的时候也是在被追，但目前他们是以两座塔、两个人头以及1100块的经济领先。哦，不明智哦，在这个地方三打一这么打，哇，他是在开始消耗一下，等队友过来支援吗？硬强推塔，查尔斯来收割，能收几个？看有没有个反打，一个，能不能追得上？躲在草丛，错过了，啊，那直接推高地，没看到。摸下高地的血量，哦，伤害非常高，查尔斯，哦，被双杀，我的天！我觉得这个做法不明智。嗯，有这波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太冲动了。我们看到小狐狸又是妹自己跑到了上路的这个草丛当中，看一下这边的兵线，也是在三路带下线。哎，看到查尔斯又在又准备切谁？先切脆皮，但是被两个人控制好，痛苦。雷纳斯开始大招支援过来，反打，漂亮，又杀掉了。没问题，不塔的伤害太高了。嗯， Killing spree， 哎呀，所向披靡，赶紧跑。妹在赶过来吗？妹好像没有在管他，想说算了，你雷纳斯也很难死，你自生自灭吧。这边自己在打格里芬，能发现吗？哎呦，这个技能交错了，没过去。经济实现了反超，超过了800块。我们看到查尔斯在上路，别呀，一打二啊，小心点儿。这被控制住的话，就很惨。这边还是在，好，我们看到这个推掉了中路的一座塔，又打起来一波团战，开着大招，但是查尔斯被秒掉了，现在输出不够，
能打死人吗？打不死。查尔斯不在，真的输出不够。现在我就不知道，好像一直我们看到这个团战当中，妹就是这个狐狸啊，他的这个一直都不在，不知道他在干嘛。刚才的在城里面吗？对，两波的这个团战他都没有参与。如果他在的话，可能输出就会好很多。那我们现在看到塔是东北大叔队以3-1领先，也就是说战神 Ganker 这边的三座外塔已经全部掉了。那我们看到这边发出来一个信号，查尔斯是不是要来秒谁？先秒掉一个，还是2-1，接着追，跑不掉了，漂亮，妹终结了两个人头，好肥啊。推哪？推上路，上路有兵线，直接杀，塔下强杀，杀掉，漂亮，一个终结。其实我有这个别被反杀呀！哎呦呦，查尔斯好刚，哦，漂亮，极限的一个塔下的，太贪了，太贪了！哎呦，这个要被收三个人头，我的天哪！团灭啊！太贪了，哎、太贪了。一下子三灭呀，肥了呀，好肥呀，太恋战了。其实上刚才在第一次这个塔下强杀的话，你要强杀也就算了，杀完其实可以走了，因为大家都在复活当中，复活的时间很快。当然从人头来说，还是东北大叔这边以20-18领先两个，这边下路的外塔应该是守不住了。那我们看到查尔斯在上路又抓住了一个人，杀掉，想先破掉上路的高地塔，因为这个塔你看已经非常残，不管人，直接打强推，强推支援回来，发现半天还是没有推掉，着急了，很冲动啊，东北大兄弟很冲动啊、嗯、对，带一下兵线，嗯，冲了隔离分出现啊、哦、这边想偷中路塔被狐狸收掉，这边又是拿到了第二个双头隔离分，经济又实现了反超9000块啊，900块，在草丛阴一下，啊，看到两个人，不敢上，啊，直接追过去，反打，伤害很足，哇，伤害非常足，开启大招，就杀他，援助，还跑掉吗？还有一滴血，硬追，有个位移跑掉了。很可惜，这边在这个草丛里面阴一下，你觉得他能阴到人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周边的环境，等了很久被查尔斯干了，完了，他要死了呀，这何必呢，这要死了呀，死了呀，这不死了呀，这还不死呀你要说多久他才会死、哦、那我们看到在一个人牵制住两个，但是雷纳斯在上路也是牵制住了对方的两个人，那我们看一下他死了没有呢，他这个圈圈绕的可真大，他这个走位走的也是个迷之走位，这个怎么有点像来送死的呢，绕圈圈，没错，这边雷纳斯在刷这个战神队伍这边的野区了，我们看这一场比赛比昨天打的时间要长很多，但是这上路塔拿命催换掉了但是能不能死，开了大招死也无所谓了，退掉了就撤吧，死也无所谓了，再往前就不明智了，好的，等一个技能杀掉，已经主宰了比赛，尼萨已经主宰了比赛，上路塔这样破了一路，兵线是有优势的，嗯，这边又来推人，投人，
这边是想要干嘛啊，插了个眼，那我们看到这边又要死了哦，又被查尔斯收掉了一个人头。查尔斯现在真的非常的肥，看啊，查尔斯他们现在要干嘛，把兵线继续往里带，直接应该是就是打老家了。我看到对面两个直接基地抹血不管人，可是还是要打一波团会，对，因为这样你就等于白白送人头嘛，会好一点。你磨掉的血也仅仅只有一半，然后哦，他就想说大不了我死两次嘛，对吧？他一半了呀。哦，让小狐狸赶紧跑。这边就是这个互相客气一下。草丛被看到，打不打？逃，不打。哦，这边中路塔是被偷。被偷掉了，妹在等一波技能，好，可能要杀个团灭，能不能？这个必须杀团灭啊，这样就可以一波带了。对，你越是往家的方向跑，再坚持。可是你看查尔斯，我们就给他镜头吧，要再见了，应该没问题。好的，我们恭喜东北大十五队，东北大十五队。